Thank you。发生咩事啊？禀局主，前面有位女子受到重伤，睇嚟奄奄一息。我哋绝情局一向与世隔绝，不问世事，都系走马啦。系局主，起轿。停轿，咩事啊，局主？正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始终都系人命关天，我哋又岂能见死不救呢？日庸，将呢个受伤嘅女子带翻绝情局。局主啊，佢嘅伤势点啊？呢位姑娘，睇嚟练功走火入魔，以致经脉逆转，而且伤势好重添。小姐，爹，你真翻咗嚟啊！爹啊，你今次去咗咁耐咧，有冇啲咩特别收获啊？有啊，小姐，我哋终于喺黄山嘅始都峰顶揾到七星草啦！真嘅？咁实在太好啦！佢系边个嚟噶？头先我哋翻嚟嘅时候，喺谷口发现呢位姑娘昏迷不醒，所以就救咗佢翻嚟。睇佢样咧。好似受咗重伤咁喎，细佬哥唔好咁多事，翻出去，叫你翻出去就翻出去啦，啊？系爹，咦，谷主，睇嚟佢嘅气息好似越嚟越微弱啦噃，哦，快啲扶佢入丹房，系谷主。姑娘，你觉得如何？咩事啊？冇，女儿见阿爹你喺出边奔波劳碌咗几个月，咁咪专登告啲人参茶俾你滋补一下咯。嗯，放喺度啊。谷主，谷主，咩事啊？刚才救翻嚟嗰个姑娘，突然之间经脉大乱，睇嚟支持唔住啦。啊？阿玉，即系攞七星草。七星草？如今唯有七星草先至可以救嗰位姑娘性命。但系，谷主。七星草系我哋千辛万苦周边等，唔使讲咁多啦，救人要紧。爹，等我去啊。唔使你去，日勇，你仲唔去？系，谷主。哦，姑娘，你醒啦。呢度系咩地方？点解我会喺呢度嘅？呢度系绝情谷，我系呢度嘅谷主，系在下救姑娘你翻嚟嘅。多谢谷主救命之恩。姑娘勉励，济世扶危，当仁不让，更何况性命攸关呢？如果我见死不救嘅话，岂不是连猪狗都不如？系咧。未请救姑娘，你贵姓芳名？小女子
姓刘。哦，刘姑娘，你而家伤势虽无大碍，但系需要多啲休息，先至可以加快康复。我唔阻姑娘你休息，在下告退。柳姑娘，系我啊！柳姑娘，谷主，咩事啊？在下见柳姑娘重伤初愈，身体仲系好虚弱，所以特登攞啲羚羊雪心丸俾柳姑娘你服用。羚羊雪心丸？冇错，羚羊乳角、雪山人参，再加十几种名贵药材制炼而成。服食咗之後，可以增強心脈，對柳姑娘你好有用嘅。我唔可以接受谷主你咁重嘅禮遇，你都係收翻去罷啦。柳姑娘你，谷主你嘅好意，我心領。其實我正想向谷主你辭行。咩話？柳姑娘你要走？既然我個傷已經好得差不多，都應該係時候走嘅啦。但係。柳姑娘，你又何必咁心急呢？不如喺谷中住多几日啦。唔好啦，我仲有要事在身。既然如此，在下亦都不便勉强。但系今日时已过午，不如柳姑娘喺谷中住多一晚，等在下好地为柳姑娘你饯行。明朝一早，我再叫弟子送柳姑娘出谷，好吗？感謝有勞谷主你，老姐姐，你真係要走啊？係啊。咁你會唔會翻嚟住情屋探我㗎？小姐，飯菜已經準備好啦。得㗎啦，你出去先啦。好啊。老姐姐，你去等我一陣啦，我叫阿爹出嚟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得了啦！咩事啊，大師兄？谷主出咗事啊！谷主，爹，大师兄，阿爹点会咁样嘅？刚才谷主练功嘅时候走火入魔啊！公孙谷主，你冇事啊嘛？我冇事。龙王，日用，你先翻出去。我有几句说话想对柳姑娘讲。系，谷主。姑娘，你知唔知在下点解会连连下功而走火入魔噶？凡系修炼我绝情谷武功嘅人，首先嘅条件必须清心寡欲、心无杂念。但系在下，
自从见过柳姑娘你之后，就一直难以克制自己。公孙谷主，你咁又何苦呢？柳姑娘，本来在下心里有好多说话想对你讲，但系实在难以启齿。只不过我又怕今次唔讲嘅话，恐怕以后再冇机会向柳姑娘你表白嘅。公孙谷主，你咁……柳姑娘，在下知道配你唔起，但系在下对柳姑娘嘅爱意，天地可嫁。柳姑娘，请你相信我，以后嘅日子我一定会令到你幸福嘅。柳姑娘，希望你能够委屈下嫁在下啦。我都话唔要做你师傅咯。唔做我师傅，点解？难道喺你心目中真系冇想过要我做你妻子嘅咩？做我妻子，我从来都冇咁谂过。龙姑娘既然系你师傅，即系你嘅掌门，你绝对唔可以有儿女私情嘅。哥儿自细就习惯东闯西荡，四处为家，要佢永远困喺一个地方，佢唔习惯噶。姑姑啊，如果第时我哋住喺古墓觉得闷嘅话，我哋一齐可以出外面玩下噶嘛。你同柳姐姐成亲，仲叫柳姐姐，迟啲就要改口叫娘亲噶啦。恭喜谷主，未知佳期定咗未呢？我已经决定呢个月初八举行大婚。初八，咁咪即系过几日就系咯。其实都唔使咁心急啦。不如等你嘅傷勢好翻，先至成親都未遲啊！正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難得柳妹你肯答應下嫁在下，就算傷得再重，亦都會好快復原嘅啫。不如我哋一於決定初八成親啦，好嘛？你喜歡點就點啦。谷主，小心啲啊！日勇啊，今次嘅婚事就由你全权去办，一定要办得有声有色，知道吗？知道啦，谷主，你放心啦。启禀公主，药已经煎好啦。攞入嚟。系。谷主，你练功走火入魔，必定要好好调理身体。碗药你趁热饮啦。知道啦，你先翻出去。系，谷主。各位 YouTube 的观众朋友，我是吴子密，我是张景顺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 TVB 精选劇集精华。还有英国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最新新出了一条专门为你们而设的 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， 将今年最精彩的劇集带给你们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